点赞和订阅都按一下哟。大家好，嘿，基尼的基尼，今天呢，家家拿狮子毯子小制作一起来玩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哇，真好看，有鬼出场的漫画片，什么时候看也很好看，嘿嘿。康斯尼，已经到睡觉的时间了，把爸爸的手机还给我。明天要继续看，查理爸爸。哦，我的康斯尼刚才在看什么？爸爸，这就是有鬼出场的一个漫画片哦，每集都出现不一样的鬼，真好看呢。哦，我们家康斯尼喜欢看鬼，你不怕呀？哦，那样有一天鬼会在家里出现。哎，爸爸，什么呀？哪有鬼？没有鬼。好奇怪哦，传说的故乡里有很可怕的鬼。咋？那么跟爸爸一起睡觉去吧。好困呢，爸爸，晚安。好啊，我们家康斯尼睡个好觉。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康斯尼。哦，睡了，哦，睡了。什么声音呢？爸爸，有鬼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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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！哦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康斯尼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我要睡觉的时候听见了很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是有鬼，我怕。爸爸可以跟我一起睡吗？哦，有好主意了。爸爸，为了把很可怕的鬼都驱走，给你做狮子毯子吧。哇，爸爸真的吗？那么现在就做吧。现在几点了？哎呦，好的。那康斯尼去把灯打开再回来。嗯，爸爸。哟，爸爸把狮子毯子的材料都拿过来了。我的康斯尼嘞，看看这些布的形状，拼出狮子的脸。好啊，爸爸。好棒哦，我的康斯尼，那么按照我的康斯尼摆好的图案，爸爸来缝一缝。我的康斯尼醒过来了，爸爸，爸爸为了我的康斯尼这样做好了狮子毯子。啊，那么已经都完成了吗？不是哦，最后呢，爸爸把这些棉往狮子的脸里放好才能完成。哇，松软松软的，爸爸可以我来放吗？当然，什么都可以，坐一坐。把棉，哎呦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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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哇，我的女儿真棒！那么剩下的呢，爸爸来放进去。扎针，狮子毯子完成！哇，爸爸这个真棒！现在康斯尼变勇敢了，现在有鬼出现也不怕了。哦，那么我们
以防鬼出现一起练习一下。找我们宝贝，快进入梦乡。突然听见了鬼的声音，怎么呢？哦哦哦哦哦哦鬼呀，快点逃走！但是现在爸爸，实在太困了，爸爸可以睡会儿吗？当然，爸